这音乐。你看我这多天真，我这个天真管什么呢？多好，我可爱说点这个，这都真事儿。又来了啊！哦，行，好吧，唱一个，唱一个就唱一个，谁怕谁呀、啊？我们唱分两种，一种是本名的唱，一种是学唱。学唱，你看评剧呢，河北梆子呀、啊，歌曲呀、啊，大鼓啊，京剧啊，哎呀，于老师那个京剧唱的可好。哎，这嗨，让您唱。哎呀，来到青岛了，你要不唱不合适，真的啊。我记得当初你第一次唱就在青岛唱，对，那儿去开了捧哏演员唱的《天使》。我今儿下午我们来的时候，昨儿到的，今儿下午我在房间，我还听于老师那个练着在屋里唱，唱的啊。下午唱什么来着？京剧《三元会》，我记得还唱了。秋胡戏啊，秋胡戏妻，捧哏演员没有唱的，他这是疯了。哎，这给人憋着换位呢，这是啊！你唱给大伙听听吧，一般都是逗哏的唱，咱这换。哎，好，好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还真是。郭老师，明天我请你吃嘎了，明天我给你买一个嘎了，一个嘎，你得就是饼吃吗？不是？哎，这郭老师说的还真对。第一次唱就是在咱们青岛、就是在这个剧场，于老师的第一次献给了青岛。你们要对于老师负责哟。你那么嫩干嘛呀？你这青岛老师侮辱啊。秋胡戏妻叫桑园会，是逗哏的都会唱，是捧哏的都不会唱。嗨，但今天啊，咱们新鲜新鲜吧，让于老师来回好吗？这一段就够票钱的呢，既然大伙爱听，我就献一首。你唱，我也别搅和你。哎，您这，您给我提点意见。您别客气啊，我听出哪儿不好了，我也不告诉你。哎，什么人呢？这秋胡戏妻。好，刚才唱的是秋胡戏妻，这就完了。别着急，大伙儿这先鼓励一下于老师啊。秋胡打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马蹄忙，驼里在吊鞍穷目望，见一位大嫂手攀桑，心儿好像罗织女，口音好像我的妻房，奔当墙前将亲人，且慢啊，活人了命啊，女醉非常。当面唱得过，真不如你。明年的今天就是于老师的周年，哎，要死，真好。